小朋友好，这节课呢我们再画一只大秋甲啊，这次我们画一只红色的啊，基本上是红色的，我们用以下几种颜色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画，我们把先用深蓝色啊，这个红色的大秋甲非常好看，但不知道我们画出来怎么样啊。好，我们开始画。这只红色的大秋甲我们也基本画好了啊，它和那个我们画的黑的不太一样，它更漂亮一些啊，有各种颜色。其实这个是我们照着实物来画的，自然界中真有这样的颜色的秋甲，如果小朋友能见得到呢，一定要好好观察一下。好了，这节课就到这里。小朋友，如果你在学习过程中有什么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。如果你觉得这节课对你有帮助，请帮忙转发，和更多的小朋友一起学习。高希红见，感谢你的关注，小朋友再见。